目前短片只上字幕和图卡，虽然看起来有点阳春，但是靠着吴宗宪的人气已经有14000多人订阅频道。其实吴宗宪日前才炮轰脸书挡人财路，如今转战 YouTube， 想要另谋出路，希望凭借高人气试试水温。而吴宗宪似乎也是看到了台志源、沈玉玲在网络发展成功的案例。艺人台志源，您好，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？我要办账户，请问你有带双证件吗？哦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。艺人沈玉玲，我怎么一直觉得很冷啊？你一直在那边扇扇子啊？你是老人哦，这个只有在我们那个沈婆才会看到的行为。沈玉玲和政治人物蹦出的火花，让她在选举期间成为最夯的艺人。台志源挑战各行各业的网络节目，靠着在电视圈打滚将近30年的经验和口才，深受网友喜爱，影片点阅率长破100万。中生代艺人另辟新园地，跟上年轻族群的潮流趋势，转战网络，延续演艺生命。